马来西亚第十五，零售在马币30多块钱一公斤。这个品种在40至50年前是泰国青泥的种子拿到马来种植，目前在槟城一带的果园有少量老树，果肉厚实，种子很小，黏喉咙有苦味，但是即便是同一品种在不同区域种植出来，口感味道还是不同，土壤环境、天气因素等等自然条件影响。